要打还是跟踪？搞得我有点紧张。死掉就算了，反正有打赢和没打赢，我都会结束今天的实况。他走了，好强的感觉哦。怎么看都不像会打赢的啊！保持警戒，保持距离，在岩石后面。滑到岩石后面，右边是他的死角，他的右边还是我的右边？而且为什么只剩下我？不是小根的凤凰。哎呦，躲到树丛里了啦，等我取消警戒好不好？我们到底要吸引什么东西啊？然后屏气凝神，走这里，跟踪他，放生新手去死，还要回去哦，我就一直跟踪他就好了。他的右边，他右眼看不见，他右眼看不见，所以我要保持在他的右边。哎呦！其他人，对啊，其他人去哪里哦？那就放生我。放生我在这边对付他，我到底要不要打？不要太近是不是？我不知道现在要干什么哎。你要走去哪里？我们是要调查他的巢穴是不是？要打哦。你们认真的吗？真心要打？我感觉一打就会死、欸，瞬间被秒、欸。哎呦哎呦，他生气哦，他被叫了一声哎、欸，尾行什么？结束了吗？跟踪啊？哎、欸，要重来嘞、欸。不晓得为了什么，我刚刚有被发现吗？不要打是不是？我刚才是失败哦，我被发现哦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以为尾行失败会有 game over 的画面，就是他把你撕裂，结果都没有。被发现，慢慢走。保持一段距离。我刚才是太接近是不是？还要倒退撸有没有？FF 没有血腥画面哦。
找到他了，哦，我看到了，找到这石头后面。哎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不要这么紧张，好不好？ 应该是吧，红色应该是警戒条，我也这么觉得啊。我在后面，这就是 carry 的技巧，快速移动到这里。 跑掉了，这里呢？尾行失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真的不了解，不是很了解。啊，各位，我不是很了解。刚刚我哪里被看见了？我连他的影子都没看到，他的毛都没看到，他就说我被发现了。啊，你们，那我就不跟了。啊。 不能离太远，我刚才是离太远失败吗？啊，你们就放我一个菜鸟去那边去搏斗，太远了。OK， 好。我以为我刚刚还看得到目标物哎。 太远了，太远了！哎呦，他提示我又看不懂，没问题，这次应该会成功。 失败了！躲在岩，太靠近，躲在岩石缝，哦，太靠近，即便有前面有石头，也会失败哎。好了，我们来挑战它的极限呢。我以为只要躲在石头后面就不会被发现，想不到不是这样。 游戏名字大概是《我与25000的战争》吧，25000就在我面前，25000要走了，我现在在尾随25000，前面就是25000，尾随我的25000，25000走了，走得有点快。 跟随我的25000，那，又跑了，跑到岩石后面，再跑，目标那一颗石头，不行，太快了，这样不行。 下来了，没事没事。
凶哦。我修车要24000，所以我现在要急需25000，这样我还可以赚1000块，可以喝喝饮料，吃吃零食，做一点杂七杂八的事情。他回头了，你要去后面那块先。不行，这块石头有点危险。吓到我！修车只用24000啊，没有81000啊，这么久的梗了。他说距离一定以上会失败，应该是在跟我讲。还看得到他，你不要逼我好不好？跳过去哦。跳过去哦，他跳到废弃屋了，变更地点情报了。这里，我也要跳过去是不是？我跳不过去。这里，进去。他们就放生我一个人哎。哦，这里还要自己动哦。他放生我一个人，那些激情哎、欸，他们已经在前面了、欸，你们直接在废弃小屋等我。お疲れさん。我跟了一圈回来，一点事情都没有，烂透了，要去废弃小屋了。他说什么？店员急迫要回去，记录中哎、欸，太棒了。我好不容易跟到现在了，摸乳像，こっちだ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会叫摸乳像吗？因为就是那个路实在太早了，一不小心就会摸到别人，所以就叫摸乳像。又要继续开始了，这次有三个人。分担奇袭耶。有危险！要跟着这个帅气的 Number One 戴眼镜作战。我们现在要去废弃小屋，要跟着他们。要用什么方法打？プロンプト。蒸汽吗？爆炸大作战！了解。要做什么？了解，我不了解啊。嗯。狙击耶。わかったぜ。所以我要跟着他，一个一个来，他会一直教我们要做些什么。Nokto， 油断するなよ。我们要把他引过来就对了。好了，他们准备好了。そっちは任せたぞ。要来喽，要来喽！我要引他就对了。我要去了，罩着他。我们要靠着我们的一条老命。来了，他来了。高级高级！哎呀，哦哟！哦哦，他们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还好我会，还好我会瞬间移动。プロント、行くよ！行くよ！よし！我们插进去了！
有点热血，打赢了。就靠着我们的瞬间移动。阿恩的呼吸ってやつか？うまくいったな。我们干掉两万五了。嘿嘿嘿。哎，还活着。啊！果然两万五没这么好赚。我的剑还在上面呢。我们要死了，我们挂了，我们挂了，完蛋了。寝てる暇はないぞ。假期要结束了。蒙呆奈突袭右侧的死角。でけえな。動物ってわけじゃねえな。动物而已嘛。俺たち勝てんの？油断すれば一発でやられるぞ。我瞬间死了，我插到他的脚了。しまった。しまった。等一下。我要把我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一个上面了。再补血！しまった！しまった！他要走开了，走开了！哇！刚刚动画很帅啊，结果还不是死了。我先帮你补血。何やったんだよ！油断した。すまない。すまない。こっちだね。限界だ。この先に逃げよう。ノクト、本当にやばい。要逃了是不是？果然打不赢呢。急げ。ノクト。哦。啊，打不赢，打不赢，打不赢啊！他们都放弃我跑掉了。真的。Game over， 放弃我跑掉了，还不能补血了、欸，有点难哎、欸。那一只这样炸都不会死哦、喔，果然没那么简单。要赢两万五真的不容易哎、欸。对啊。他们，我被放逐了。不过他，我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原地独挡。可以从这边重新开始，还不错啦，还可以从这边重新开始。お疲れさん。不玩了啦。我们讨伐两万五作战计划失败了。两万五钱真的不好赚，这个游戏告诉我们钱真的不好赚。不过我体会到这个那个太史武栩栩如生的世界了。好啦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我们到这边就结束喽。国际，刚刚那个动画还蛮好看的。其实他直接让我们，哦没有不行，还是一样。被放鸽子了，这就是我们男主角了。到这边结束哦，我知道他没有叫我跑，只是我来不及跑。我本来要切换锁定，就是把锁定解除，因为我的那时候我还锁定尾巴啦，可是没有解除，很可惜，所以就死掉了。好了，等有中文版的时候再为详细的为大家带来一次，好不好？等有中文版的时候再说吧。我们这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下次再会咯，拜拜，人都跑了，拜拜咯。